需要救护车以及人命救助。那在确认地点以及没有火势之后，营救分队到达现场，将伤患是一名男性，26岁，轻伤，意识清楚，尚可言语。那主诉其实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然后就翻车，那在人行道待救。我们处置之后，将其送往园林基督教医院。现场情况大概是这样子。那，您坐最大排，坐最大排，您坐动站呼叫。救护车才回答。一名男性，年约30至40岁，意识清楚，那主诉其肢体疼痛，人已脱裤，白色小货车，那由邻座。零座九幺送往原机，我现在过出中型线隧道口，再请回转送往原机，麻烦帮我联络中心。控制台收到。